听觉对心理发展的影响，聆听让爱贯穿心灵。一般人都知道听觉是发展口语的关键感觉，较少人注意到聆听其实是一种全身肌肉都参与的活动，心理的状态也会同时回馈给肌肉，身心轻盈或是沉重，被爱与否的感觉在全身串流。事实上，听觉除了协助口语发展，还提供相当重要的三种心理功能。第一，满足基本心理需求。当人无意识感知自己身体及环境的声音时，便有自我和属于世界的感觉。如果这个功能丧失，便容易因为觉得隔离而感到沮丧。第二，满足暗示或警告需求。如果听觉无法提供环境中的暗示或警告的功能，便无法由听到的声音获得讯息，掌握环境和产生决定，就会有不安全感和压力。第三，满足符号需求。听觉符号最重要的功能便是口语沟通。沟通如果无法达到双向互动，内在的挫折感便会产生。听觉系统在胚胎六个月大时就具有听的功能，不同频率的声音会产生镇静或刺激反应。一个月大的婴儿便喜欢听母亲的声音，听到母亲的声音比看到母亲更能达到安定的作用哦。微微呀，微微呀，微微呀，微微。在亲子游戏时，妈妈说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婴幼儿会注意聆听声音中的变化，从中获得安全感。爸爸爸。爸爸，爸爸，这些心理层次的需求是否能够被满足，关系着孩子对周遭世界的观感，影响着往后依附能力的建立、成功的学习、情绪和认知的融合。简单来说，听觉问题最先影响的是心理层面的发展，接着才是语言的发展。当父母知道孩子有听力损失时，会经历各种阶段的情绪，这些情绪不需要语言，孩子就能从表情、肢体和接触的密度与品质感受到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情绪行为会成为孩子看待自己和别人的观念，影响自我认同和心智理论的发展。因此，听损婴幼儿早期非语言的沟通、注意力、共享的经验和相互的了解，都比婴幼儿能听和发出声音来的重要。原来听觉不只是影响说话而已，更重要的是它影响着宝宝的心理健康发展。全脑总动员，听见没烦恼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